走光了，我们坐到最后面的，两趟飞机的都是最后倒数第二排。Thank you, thank you, have a nice day. Thank you. 哇，好舒服，太冷了，我都冻坏了。真的，狗狗可以上飞机，你看这有一头。对。这个毛要修的，毛很长。这个毛怎么样？啊。好热。热好啊，我都冻坏了，该死。你穿裙子更冷，脚还露在外面。谁知道他这么冷，这么冷，我把那个毯子拿出来给你包一下。这里面也是冷啊，你们看到，空调开的。到波罗的哥机场喽，坐了折腾也十几个小时了，连转机。现在天还没亮，5点，我们提早了将近半个小时。天还没亮是吧？那边没门，门在那边。刚才下飞机走还下雨的，现在好天了，你看，蓝天白云出来了。啊，椰子哈，真的是，好多都有椰子，这里很多。怎么不会用这个？你虎口夺食啊！点了份早餐，饿死掉了。还有咖啡、拿铁。吃饱饭了，我们现在准备出去逛城堡。它这边有两个城堡。好，那从这边走就可以了啊，走吧。这样子搭的就很，颜色就很显眼了，你看。聪明。蓝蓝红红的。但是等下房子都是颜色就。是，在飞机上都没东西吃，饿死了。我看这样子好像都没看这样。我喝了两杯咖啡。拍照给你讲，这个地方北边，这样就很漂亮了。你看，这是也是个什么餐厅？原来都是这种小巷子那种。然后房子是装的粉粉蓝蓝绿绿紫紫的，什么颜色都有。这种花就衬着这种景，这种房子很好。它的小院子、小巷子都很有特色，都是这样子，窄窄的一线天，然后就看到天空。但你看这边天空都是云，你转过来这边都是蓝天，然后再转过来这边又都是云。妈妈这边天很蓝。都手工艺品在这里。龟青蛙，那小碗很漂亮。这小盘，
那你没写价格、啊、有哇30多块的，这一个碗30多块哟、哦、这小的嘞，小的有10几块呀，15。彩釉，它这就是彩釉哦。钱包就是这个样子，钱包也。那这贝壳做的，海螺什么之类的，这都贝壳，这真的贝壳。哦，还有这种螺。咖啡杯，什么杯都有。木雕，衣服，哇，这个箱子。大海出去都是海，看不到边了，就也没什么船哦。有那边，哎，是另外一边，哎，这边还是另外一边？它到下午的时候会来很多游轮，嗯，然后游客就会非常多。那现在游轮不知道。哦，是，这个就是洋茄子嘛？不是，是是长这样吗？是啊，哪有这么大、啊？哎呀，它这野的可能。不是吧？是洋茄子啊。要开花的。开黄花嘛？啊，是吗？洋茄子就是开黄花的。是啊，它这个老了而已，老了它会炸开，里面有籽。我小的时候在山东就看到很多这种野的。山上也有啊，我们以前小的时候上山，山上很多呢，它开那黄黄的大大的花，那喇叭，喇叭花一样的，那没人吃啊，以前谁吃那东西？你围着这圈转一圈呀。我喜欢围着它转一圈。我要拍呀。是有仪式吗？出来呀，你不出来怎么看到你人？好 ，OK， 好。好了。好了，金箍棒，孙悟空的金箍棒怎么掉到这里来了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飘雪。我们今天来到的这个叫圣费利普海角城堡。绿绿的。这个城堡呢，始建于16世纪，是西班牙人建筑的法式城堡，作为美国的自治区。波多黎各的居民呢，多为美国公民，不参与美国的总统选举，但有权选举一名无表决权的美国众议院专员。波多黎各呢，用的货币为美元，语言是西班牙语跟英语。1898年，美国战争爆发，西班牙战败。根据巴黎条约，波多黎各被割让给美国，坐落于圣胡安老城的西北角。圣菲利佩海湾城堡的名称源于为西班牙国王
胜利配二世。城堡呢也被称为莫罗要塞或海角城堡，目的是保卫圣胡安的海湾入口。1983年，海堡成为圣胡安国家历史遗址。6.5英尺，8英尺。啊？这里面没东西，感应的。偌大的城堡也没几个人，今年疫情影响了，真的人少了很多，可能以前这边人很多。欢迎来到我家。这就是整个城堡了，连住的，那个也是城堡，一个有两个城堡，这边有一个城堡，这边有一个城堡。大家好，我是飘雪，在纽约。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喜欢我视频的朋友请关注我，点赞、评论、转发，谢谢大家，祝你开心快乐每一天，拜拜。